每一次接触到你的视线，总是会感觉到你冷淡的拒绝。每一次想回首与你告别，却又是感觉到你在无言地挽留。是否只是一种错觉，真情流露在你双眼，感觉到你冷淡的拒绝。每一次想回首与你告别，却又是感觉到你在无言地挽留。